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几家那个，这几家现在那个中心路的那个几家饭店都不开门了啊。那个从昨天前天好像晚上还开门的，晚上说不定有外卖的，现在人家都不想开门了，哈哈，因为没生意了，都不开门了，你看。都灯都不点了，现在晚上9点钟吧，晚上夜宵肯定没人吃的。饭店你看没一家开，就说外卖还可以，烧烤的更加开不了了。